妈，有看条线？啊，是有啊，无啦？麦当哥哥。真啊假？你要搁生啊？那我也知要安怎。恁家你问我，什么时准备去做检查？甲恁家讲，他的肚子他就不会太大了。弟妹死拢无来吗？今仔两个不够骗面。笑啥？阿妈要甲我骂啊！你卖弄啊！当作生囝你好耍，还饲囝你心细个。是当一个，还唔是足好诶？哎，你唔好客气。上次你阿妈说，阿姨又要当妈妈了。是笑出来，你今天差足侪，我面抽就罢。我做妈妈，恁两个过得足巧未？那他先出，你老公内要出去。阿妈先想到自己又要多顾一个，听到是阿姨怀孕。阿嬷松了一口气。一卵三胞胎的性别趴，你有大宝男孩，爸爸超想要女儿。究竟会是男孩还是女孩呢？我只是想要女儿啊，看起来已失去信心。谢谢大家，这个效果好吗？还不错。